怎么了？流鼻血了。快快快快过来！甚至医生说要捏5到10分钟。对，今天医生说捏5到10分钟。那你现在不许给我洗。嗯，用水拍拍额头。我喝可哈。这都是你流鼻血。嗯。快过来过来。捏一下。过来过来。哎，先别拍，说过要捏5到10分钟。我看一下。这个好。拍一下额头。小妹子。妈。过来，流鼻血了。快点个，不知道呢。去看的时候没流，怎么？给他拍一下额头。医生今天怎么说的？医生说，拍一下额头，然后捏一下鼻子。捏5到10分钟。鼻子里面没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好了，一年不流了。他现在如果不一次性捏住，他断断续续的流。不流了啊，不流了，不流，给他洗掉。还是你等会把喂他点药。今天医生给他拿着药。他在流呢，怎么不流？你给他弄好。我得换个衣服，都湿了。嗯，等会换个衣服。你看这地上流了多少血，这枕头上也都是血。圆圆，拿点纸巾过来。趁着血，你是不是想尿尿？不是，我是这个硬。流了吗？等会儿把那个药给他吃一下。他得把血块先洗出来。嗯，对，医生也说了，把血块弄出来。有袋子弄出来啊！醒一下，把血块弄出来。妈妈擦一下，回来。是哦，你看，好。拍拍额头，看不流了。看，医生说不能抠。今天看的医生嘛，不能抠。我住了一抠。不能抠，还有那个至少开空调，空调开了得用加湿器，是吧？加湿器，给买一个。嗯，好了。爸爸，我们说今天晚上。今天医生说，有的小朋友他妈一天流过一次。我的是鼻甲，我的是才流一次。是谁？